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这个疗剂呢，今次介绍的叫做 UVA-URSI、UVA-URSI、英文叫做 Bear Berry， 中文翻译做红葡萄。这个疗剂呢主要的应用地方呢是可以说在一个泌尿系统、膀胱的毛病啦、膀胱炎啦、肾 的毛病啦、尿痛啦、血尿啦、肾石啦、或者肾盂炎啦，这类的。咁另外一个应用咧，都系可以用喺个呕吐啊，嗰、那个风烂啊呢类嘅。咁但主要咧，可以咁讲咧，系一个肾嘅保养、一个草药系专门系补肾嘅。咁喺同类疗法咧，另外一个对肾有关嘅肾嘅虚药咧，补肾嘅药咧就嗰、是、个 equisetin 啦，嗰、那个木茶啊。咁所以木茶 equisetin 咧。同埋 UVA-URSI 咧，係主要兩個咧係幫助腎嘅療劑嚟嘅。咁呢個療劑咧，亦都可以防止腎石嘅傾向啦，同埋咧防止咧嗰個尿道感染嘅。咁其中仲有一個主要嘅關鍵嘅症狀咧，佢會出現咧一種痛咧，係由髋關節一邊射去第二邊嘅，係一種射痛。由髋关节的左边去到右边，或者右边去到左边的。咁另外一个关键的症状咧，就佢啲尿咧系好多散嘅，即系呢两个嘅。如果你遇到呢个症状，是哪一个都好啦，你都记住咧可以考虑呢一个嘅疗剂嘅。咁红葡萄咧，主要咧就系、小便嗰时候痛啦，同埋一种灼热嘅感觉啦。咁同埋小便嗰陣時候咧，排咗一啲散嘅尿液啦，跟住就有一種燒痛嘅感覺啦。咁一路排嗰個尿裏面有啲散咧，同埋加埋啲血啦，咁樣。咁仲有一個症狀咧，就係嗰種射痛啊，由一個髋關節走去第二個髋關節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尿道炎啊、腎嘅療劑。咁仲有一個關鍵的地方咧，就係呢種膀胱嘅症狀咧，
是当你在粪瓶即是卧背粪瓶呢那症状会改善的、啊、这个都挺重要的、啊、好了咁所以咧係有呢幾個症狀，咁仲有個情況咧就係會作悶啦、氣喘啦、氣不足作悶同埋嘔吐，同埋嗰個脈搏咧會好細，同埋咧係不規則，咁出現咧嗰個紫金，即係嗰陣青青紫紫，咁同埋咧就係、是、風爛得嚟咧係唔行嘅風爛。OK， 咁但係最緊要記得咧就係、是。这个呢是红葡萄呢是一个肾的膀胱的很好 的疗剂来的。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酮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酮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